一些女孩的梦想是这一辈子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穿名牌，用名牌。就像《非诚勿扰》一位女嘉宾说过的，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有的人认为这是拜金，我个人倒是觉得人各有志，追求自己喜欢的就好。我们总希望另一半眼中的自己是值得赞许的，究竟你的另一半是怎么样看待你的呢？今天要分享的塔罗牌占卜测验的主题是我的另一半觉得我是个怎么样的伴侣，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三遍，然后从下面的四张牌中凭直觉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占卜规则，请在心中默念这个问题三遍，然后从下面的四张牌中凭直觉选择一张最有感觉的牌，选好往下拉。